胡子。哎，我给你看看。大胡子，坐好。哎呀，你又上哪去弄些屎？喂，今天想要什么样的好朋友？啊？看啊，看我给你准备的好朋友，这是小猪佩奇的弟弟，金虎啊，小猪佩奇的弟弟，乔治，好，哎，给你一个这个，好，你把它领回去玩吧，来。哟，为什么鼻子给弄掉了？哎呦，你看，对男孩子不感兴趣。佩奇把的时候就特别高兴，你能看出来他。完了，一听说是乔治佩奇弟弟，马上就不行了，没有兴趣了，是不是？啊，大胡子，胡啊，金虎，给金虎，给这个鼻子吃了，哎，金虎。你上哪啊？哎，这样坐上吃了，这正儿八经的大爷吃法。乔治已经下肚子了，你还有两个小伙伴呢。你们小伙伴，现在小脚伸出来啊！小脚伸出来，我给你再有两个好朋友，你选一个啊！今天已经吃了小猪了，然后再吃一个这个和这个，你要哪一个？哎。好朋友要不要？要。好，那我给你，你拿着。我给你拿着。哎，头发拽掉了。哎。手还没吃呢，好不好吃？好不好吃？金虎，好朋友好不好吃？好朋友，来一口，来，挠一挠，摸摸大脑袋，哎呦，大虎真乖啊，摸摸大耳朵吧，大脸。
谁家小孩这么乖？你是谁家小孩这么乖？啊？大猴子？啊？